是长角。这支影片我要教大家怎么绣法国节力绣。法国节力绣呢，比前面三个基本针法稍微难一点点，但是如果掌握好这个针法的话，那在很多绣图方面都可以有很好的运用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。我们将穿好线的针从底部布的底部出针，线抽出之后固定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，将线绕到针上面两圈，缩紧之后呢，右手再下针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针是可以立起来的，我们稍微用左手把线拉住，针是可以立起来的，然后往下拉，慢慢的，轻轻的，刚开始可能会有点紧，好，慢慢拉下去，固定住，就成为一个成功的法国节力绣。现在我们来试下一个，再示范一次，一样出针，将线全部抽出，线放在左边，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将线绕在针上面两圈，当然我们如果要绕一圈或三圈都可以。好，一样穿过布之后下针，慢慢的将这个结固定，来又一个法国节力绣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一样针从底部出针，抽出所有的线段放在左边，左手食指拇指握住线，然后绕针两圈之后下针，绕的圈数呢就会决定你的这个节力绣的大小。好，我们现在下针，一样慢慢的抽出，固定住，又一个节力绣，法国节力绣。再做一次哦，出针，抽出所有的线段，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将线绕在针上面两圈，然后下针，将所有的线往下拉，固定住。好，这样子法国节力绣就完成咯。动手绣绣看，和我一起爱上刺绣吧。